他们现在天和他爹的牌位的。不向众师兄低头认错的话，便送去私房谷。没有错，认错，我没有错。带他去私房谷。恳请掌门放过天和，要是出了，按律，冰火变形，贼便替天和承受冰火变形。你正在迫近关头，倘若承受冰火变形，修为将三年不能精进。弟子恳请掌门赐行。有心吗？死呀！金师叔，你疯了吗你？你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。云天和一时糊涂，出手伤。